小白去哪儿啊？啊？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开始你要去喂小鹿吃饭是不是？还有小兔子，你还没有小兔子。啊，还有小兔子，还有小兔子，小鹿小兔子是不是？对呀。哎呀，老爷跑这么快呀！现在准备去伏羲山的一个牧场，在某音刷到的，然后特别适合小孩子玩。看到顶上那个小，你看那两边那小野花，那个有生来也是菊花呀。野菊花可以采摘一点儿。可能是种的，这不是一个这啥来的种的叫啥花？你看那花椒多少双？哎呀，下来那妈给他摘吧，摘鸭子省点钱。这小姨跑哪儿去了？400米后向右前方行。从郑州北三环开到这个景区，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，60多公里的距离。现在已经进入了蜿蜒曲折的山路了，开车的速度嘛会慢一些了。庄村，老庄村当中，你看那山沟那人难不难？再有十几分钟就进入景区了。这小姨，今天闲了啊、哦！昨天太忙了，大家今天闲了，可以出来玩了。哎呀，小白，嗨，农家乐，小河虾，芝麻叶面条，哎不对，芝麻叶豆腐汤，好喝吗？我上次吃了一个佛教三五。好吃吗？是不是很奇葩？有点像那个。但在农家乐一定要吃这种农家乐的东西。我们在进入景区下的5分钟的路边吃了一个农家乐。这个园子里边呢是没有吃的，就是在进园子外边的话，会有一条街是有一些小饭店零食的。先买一个饼，10块钱。喂小鹿，看好多鹿已经在那等着了。他没有去。哦，他没有啊。对。哟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看小白吓的。他为什么不吃茶呀？那你给。你给，我不给。我不给。怎么了，小白？好了。那来吧，娜娜，你看这是黑天鹅，啊，可不可爱？好多天鹅耶！再往大点，面包了。看里面有卖的，真的。真的呀，咱去买个喂它。不给它呀？对。你小气的耶，鹿都喂了，天鹅你不喂。天鹅它怎么叫的？啊，它怎么叫的，天鹅？嘟嘟说：“这是我辈子的梦想啊。”你看，你看，都两下就跑出来了。哇！哎呀，爱心。他们在找，在那纠结选哪个。哇哦，是爱心，他俩配成了，恭喜恭喜一对新人。好，咱们看完这个就去看小兔子，好吧？刚那小爱心，看这是个汪汪队的，一天只有2场演出，啊、这会儿没有。看这个绳拿起来，不就喂小鹿？看小兔子呀。小兔子不吃这个。哎，你看这个小木屋是住的啥？这碰到了爬叉窝了，你看这 ，biu biu biu biu， 这要叫的这个声音第一次听到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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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嘟嘟说这个叫真的没有听过哎，以前听到都是这种声音，然后他这样哔哔哔哔。小白，你看这有俩呢，小白。你先等着，他吃完你再喂，一会儿喂完就没有了。
还不吃，捡起来，捡起来拿着，换另一个。娜娜呢特别喜欢喂动物，但是胆子比较小，梅花鹿的体积是比较大的，她看到还是怕。现在终于找到适合喂她喂的东西的，特别的高兴。这个在兔子里边光喂食将近喂了2个小时啊，这里还真的挺适合小孩子打卡。所有人都走了，现在就剩小巴了，小巴就剩你自己了耶，整个兔子园被你承包了。娘，你不能穿的太烂。你走，给他一口，你给他，你再不口，人家不给你了。小巴喂这个鹿，跟他一路估计要能跟到门口。哎，巴在那包里头，应该还有几块，你给他淘淘，让他慢慢喂着。看看爸高兴了，会给他点头，给他没得不中。人家要听你信号，爸，你双手背后，喂一口，双手背后。快点，双手背后了吧，看见没？你看这种，这跟小孩一样，哪个小孩受欢迎，那就能得到偏爱。你看我爸就喜欢这个会鞠躬的。转完，今天到此伏羲山一游结束，原地回家。